其实哦，抖音哦，真的是蛮多人用的。你也不能说这个东西怎么样，它就是这么红嘛。我讲一个难听的啦，现在的 Short 跟现在的 FB、IG、YouTube， 大家应该都感觉到，他现在都在学抖音呐、啊，人家真的是有本事的。所以有时候。父母白养，我妈都过世了。